老爷爷，你今年几岁了？105岁。105？还是04？还是03？你是哪一年生的？是民国，1921年，1927。嘿，几月几号？19。想不起来了哦。是啊，你是民国10年啊，7月份对不对？你的故乡在哪里？你的老家在哪里？广东啊。广东什么地方？广东十年。嗯，好呀。有没有回去看过他们？去过几次？回去几趟？有没有回去看看他们家乡的人？很久了。很久了，去了几趟？有去了一趟还是两趟？还是三趟？好像两三趟吧。哦，两三趟哈。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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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，很好，感谢耶稣啊！耶稣祝福你啊，让你身心灵都平安啊。现在来考考你好不好？你有几个小孩？我有4人呢。4人还有呢？两个女孩呀。叫什么名字？女孩呀。女儿叫什么名字？雅丽呀。雅丽还有。雅明呢？雅明哈。呀，很好。那雅丽有几个小孩？雅丽有一个男孩呀。嘿。还有女孩呀。叫什么名字？雅丽的小孩叫什么名字？雅丽什么？雅丽的小孩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雅丽小孩子，他最近考中啊。考高中哦。他的小孩都很大了呢。有没有结婚？雅丽的小孩有没有结婚？最近结婚。啊，最近结婚哦。是是是。啊，雅敏有几个小孩？雅敏呢？雅敏是吧？几个小孩？雅敏是那个早就跟那个结婚的，早就结婚的雅敏呢？是啊，我说雅敏啊，有几个小孩？雅敏又有几个小孩？几个？有几个？有甜点呢、啊？哦，还有呢？六甜点呢、啊？六文烟呢、啊？哦，很好。啊，思远呢？思远有几个小孩？思远有几个小孩？思远呢？有几个小孩？谁？罗思远呢？思远呢？对，罗思远呢？有几个小孩？思远有个小孩啊？几个？有几个？思远的小孩有啊，有几个？还有姐姐啊。有妹妹啊，姐姐妹妹啊。姐姐叫什么？姐姐叫罗雅丽。雅敏啊。雅丽。雅丽雅敏，这是你的雅敏是姐妹嘛？对，妹妹。我现在说的是罗思妍有几个小孩？罗思妍啊。嗯。罗思妍就是有。男孩啊，有两个女孩啊，他跟你一样，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你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罗思妍也是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对哦，对对对，刚刚再来看你那个思妍最小的小孩，那个帅哥叫什么名字？
叫什么名字？罗思远的小孩啊。思远的小孩叫什么名字？考考你。那个。恩浩，罗恩浩，是不是？罗思远。对，罗思远有三个小孩啊。两个女儿啊。一个儿子啊。儿子叫做罗恩浩，是不是？浩浩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姐姐叫什么名字？罗恩浩的姐姐啊。罗恩浩的姐姐。恩浩的啊。恩浩的姐姐的啊。不，那个是思远的姐姐。我说的是恩浩。恩浩的姐姐是谁？恩浩的。哎，想一想哦，怀孕对不对？啊，老二呢？怀孕的妹妹叫什么？怀孕叫罗恩熙是不是？罗怀孕是姐姐，对呀、啊。姐姐。啊，姐姐的妹妹是什么？两妹妹是？两妹呢？啊，那是你的小孩，不是罗思远的。你的小孩是雅敏啊、雅丽啊，还有思远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罗思远的小孩叫做怀。因恩熙跟恩浩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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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弄错了。好了，太好了，感谢主。啊，考考罗爷爷，他看看能不能都记住。其实都有一些地方会忽然跳格了，不过感谢主能够这个样的表现啊，这是相当感谢主的，赞美耶稣。